本宫劝告你一句，好好的夹着尾巴，乖乖做你的端妃。本宫也可以在万岁爷面前为你美言几句，你记住了吗？今日本宫就让你好好的长长记性。哎，娘娘，端妃身子骨不好，若是伤着了，万岁爷定会怪罪的。我这是在教她做事呢，替万岁爷教训她呢，你敢拦着我？ 你又几条狗命！滚开！是。哎，大胆，快放开娘娘！我要是手抖了，伤着你，我可就不好意思了。啊，别动！我们聊聊。姨娘，走，姨娘，快去叫人来！来人，快来侍卫啊！娘娘，别动，别动！你疯了！ 本宫贵为皇后，你敢伤本宫，你可真是多大罪名！别动，您过去是皇后，可是此一时彼一时。您看看如今的皇城里，还有您的位置吗？皇后娘娘，听起来多尴尬呀！本宫是圣上亲封的端妃，如假包换。别说平起平坐了。 就算真要比较，你又算几斤几两呢？你到底想如何？我有一桩小事儿，想要请教请教你。娘娘，别动！端妃挟持本宫，图谋不轨，赶紧拿下！ 娘娘，您兴师动众的杀到鹿鸣尖驾来，万岁爷定是知情的吧？谋害嫔妃，多大的罪啊！您不会又被罚回去敲木鱼吧？这次进去了，还能出得来吗？啊！就凭你，也敢威胁本宫？娘娘，端妃娘娘身子见了明伤，若是闹到万岁爷那儿，她不会惊扰您的。娘娘，好呀好呀，好你个顾璎珞！ 本宫绝不善罢甘休。走！哎，娘娘，怎么了？快来人！娘娘，来人！好，快扶着娘娘。啊！